好，各自努力吧，走吧，加油。来了，哎呦我的妈，接都流量没呀？我也不知道接没接着，我家人们呐，接着了吗？多少从老板直播间来的？哎呦妈呀，掉这么快吗？这人？老板要不要坐着？那位，这是干嘛？那位，确实直接掉我直播间来了吗？我想说的是，确实掉我直播间来了吗？我的宝宝们。不是掉我直播间，那你扑通上哪去了？你们都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这开的有点晚了吧？我这方方面面的，来来了，打个来了，来到了，打个到了，所有的宝宝们来了，打个来了，到了，打个到了，来了还是到了，到了还是来了，自己来的，扑通一下就来了，来直播间所有的们宝宝们啊！既然来了，咱们一个音浪都没有啊！咱家给小飘来，咱家花花草草，咱家直接走一波呀！老板，我坐着，坐着，可以，可以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谢谢你，老板，好美呀，老板，好美呀，高老板，老板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慧慧，妈白瞎了，哎，没带上，哎。方方面面的，这眼镜没戴上，能重来不？来，老板先坐一下。家人们重来不？这眼镜能重戴一下的不？啊，宝子们，眼镜能重那个什么玩意儿不？能不能重新戴一下的，宝贝们？谢谢慧慧，哪有彪哥呀？这胡咧咧。家人们，眼镜能不能整一个？今天的关键是，咱说实话啊，今天属于叫啥啊？今天属于就是，底下的就是能上台的确实厉害耶，谢谢我的老，哎呀妈，老江哥，哎呀妈，带上了，谢谢我的杨哥哥啊，谢谢家人们，差一点吧，今天差一点点，紫燕姐，紫燕姐，欢迎你啊，第一时间又来小飘直播间了，我还剩三个花开浪漫，家人们，三个花开浪漫，能给飘到咱家整个花开浪漫吗？老板没地方坐了，来咱家花花草草，来咱家走一波来。老板累了，坐着坐着找半天凳子没看到凳子。老板气成大呀，咋整的？我上哪儿堵哪儿呢？给我堵严丝儿的，给我堵的。啊，接波流量我容易吗？赶紧话的，我容易吗？宝宝们，好牛哈！想要老板签名，知道吧？知道，我在那里排队啊！得排队，我让你们看看多少啊？多少现在粉丝要拍照的？看着没？那些全是，瞅着没？排队的，全都是要拍照的啊！就那些，全排着队呢。今天一百多位呢，一百多位。是吗？没事，管你在拍吗？那么多呢，嗯呐。下面主唱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大大拍一下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急死了你！明天下午能看到吗？那真的不知道，好像够呛能进去吧，好像不行吧。嗯，
来直播间所有的美美宝宝们啊，所有的美美家人们，哎呀妈呀，谢谢我的亲姐了，还剩俩姐，我剩两个，我想要花开浪漫，谢谢我姐，感谢我姐，哎呀妈呀，哎呀我的妈，小心烂颤啊，哎呀我的亲姐，还差最后的掌上明珠了姐，就差掌上明珠两个了，哎呀妈，又完成一个，哎呀妈，太幸福了。我幸福了，点十七个了，家人们，点十七个了，一个飞机，浪漫恋人，谢谢我的好姐姐了啊，太不容易了，家人们，太不容易了，掌上明珠哥哥姐姐们，咱家能有吗？一个飞机，就差一个飞机，然后两个浪漫练车呀，我这得把展馆点亮的，我准备23号，我直接明天就直接去厦门了，我就堵的老板去了，就在那直接等老板，我不回去了，家人们，我不回去了，这两天就多多少少的，你们明白飘的，我这能把费用整出来就行啊，能把费用整出来就 OK 了，我的要求一点都不高，真的宝子们，谢谢宝的们，是吧，秀姨？拍照这个人也是我们老板团队的。现在老多人了，我的妈呀！最起码要拍呀，得拍半个小时。是的，小五，谢谢我凤姨，咱家粉丝灯牌没点亮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咱们给飘的，咱家把粉丝灯牌一起点亮。谢谢我的哥哥。明天老板1点带货，是的。今天我的流量不是很高哎，我是才15个，才那个40%多，今天不高，今天推流一点都不好。来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一人一颗小心心，一人一颗小花花，来给给小飘的咱家占个榜，来，咱家把占榜数据咱家给他整上去。这块这不都给这等着呢吗？看着吗？都给这等着呢。嗯，那外边你看多些人呢，在这块了，那都在那排队呢，排到了这儿了。谢无敌啊，感谢莫秀医生啊，这些都是要拍照的，瞅着没瞅着？拍照的，瞧见了吧？多些人，等吧。我的妈呀，排到12点呢，反正最少半个小时左右，嗯，得半拉点，20分钟吧，那得呀。那都是奔着老板来的，大老远的，你以为呀？嗯，谢谢我的强叔啊。对，没给飘飘点关注，咱点个关注。这次福建没白来，给我破了23万了，家人们，我终于破到23万了。嗯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都能破23万了。我破点儿了，宝子们，23万喽，我开心呢。哎呀，呵呵，去厦门，我明天直接就去了。关注你点了，谢谢。对，你们恭喜一下一飘行不行，家人们？能不能贺喜一飘？恭喜一下一飘。谢谢我一号，小小庄给我拿的好吃的呢。谢谢5277，那个一起恭喜一下小飘，能不能给我整杯小啤酒就行？一人敬一杯小啤酒呗。一人敬一杯小啤酒，家人们，小啤酒咱家走一走了，一人一杯小啤酒，助餐不知道呢，家人们，对，一人一杯小啤酒，祝贺一下小飘，我破23万了，真挺来之不易的，来2年多了，我终于破23万了，一个月定算涨10000粉丝呢，挺厉害了，是不是？恭喜飘飘破点点喽！谢谢小七，感谢用户。真是跑出来的，我这流量啊！谢谢我的紫燕姐，谢我大东里，感谢我丽姨姐姐，谢谢我直播间所有的美味大宝们，谢谢你们啊！厦门的粉丝更多呀，好啊，老四粉老板现场粉丝多，那不更好吗？哎，
谢谢我的春心，这大姐还上手了啊、嗯！哎呀妈呀，女的上手还行，男的上手不要，男的不要上手，家人们。嗯，啥话？夏子一那么糊涂说那话，没情商了吧？是不没情商了？你说那话？这大姐姐，嗯，哎呀妈呀，这大哥真喜庆啊！太喜庆了，穿个大拖鞋真精神。哎呀，这帅哥长得真严肃啊。哎呀，这男粉笑得真灿烂呐、啊。哎呦我这太阳真大呀。哎呀干啥呢，太阳大的还换角度了，啥意思啊？不让看的那玩意儿啊。啊，哎呦换个老爷们儿，哎呀咋换方向了呢，什么事呢？哎呀咋说换就换了呢？真煞呀，真精神呐、啊、嗯呐、啊、厦门也一天，23号就一天，嗯，影响力那相当大了。那你嘎呢马大哥，你说我照你定呢？哎呀妈呀哥呀，你怎么这，我拍你屁股来了，妈这一天天的，你说你可真是的，这往哪儿整不行的，你瞅瞅你挺大个腚的，你说你往那一整啥事儿啊？那是换，没事我再换，特意的吧，我得离他远点，我怕他一使劲儿嘛放个屁再把我牙给我崩掉了。谢谢我蓉儿，哎呀妈都堵死了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你是什么时候关注的吧？你没到那什么，你不用讲，哎呀那也没时间看你那玩意儿，没时间勒你。哎吧，这离太远了吧？这家老板的气场是真大呀，没人敢挨上啊，没人敢近一点点的，真怕我们女粉挠死他都得，知道不？那挠死他们都得，嗯，真害怕呀。欢迎蓝蛇回家啊！哎妈，又得换了，这家伙给我累的，妈屁颠屁颠的跑啊！一会儿上左一会儿上右的，我跟你说移位现在练得非常哇塞，我现在的移位是嘎嘎一嘎子、嗯、厦门是23号包的吗？啥话呢冰影啊，你知道老板现在多少人爱他吗？那都大老远几千公里来找老板就为了拍张照片，那能让粉丝们失望吗？咱说实话呀，啊那能行吗？为什么老板的粉丝一如既往的不离不弃？因为老板做到了，你懂的不的？哎呀，抱着呢。看看这男粉自觉，咱家男粉非常自觉，都离老远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一家人呢，你看看，哎呀，真幸福啊！一家人支持老板，太幸福了。这孩子长大也是老板粉丝，你听信就完了。嗯呐。来直播间，我所有的美味宝的们啊，咱家帮助飘的来，咱家每个人粉丝灯牌，咱家点亮一波啊！粉丝灯牌来，咱家走一波，哥哥姐姐们，咱家别抠搜的啊！每个人咱家站个榜，小心心、小花花、小啤酒、棒棒糖啥的，那都想啥呢？那该说不说呢？那展馆啥的好几个呢，咱点亮一下的。这我不给你们开个会啥的，我发现不管你们要，你们是真不给呀！我真得张回嘴了，我这方方面面的。这个咋样？我现在我跟你说，我稀罕哪个？真稀罕一个男的，真有一个我挺稀罕的。嗯，看一下子12点能拍完不？12点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嗯，这个一般，这个我不喜欢那高大威猛的，我怕妈一炮给我他妈揍旧社会去。我喜欢那种瘦瘦的、干巴的，完了呢个呢1.75米左右。完了呢别看他瘦有节奏那种的，我喜欢那样式的我。嗯呐、啊、
我不喜欢他妈死拉胖死拉大的，妈在往那一站，马像是李逵似的大，不好看，不行。哎呦我妈呀！不是妈呀，他以为抱我呢。哎呀，爷爷给老板吓一跳，给老板吓的，以为要捞他呢。给老板吓了一下，坐起来。他是撇帽的，你知道不的？好玩吧？老板眼睛也不舒服，看着没？你回家了？我跟你说，这块多凉快啊！妈，你要是在那热的地方，那你都受不了那夜的。下一次的十字，去厦门不？不跟老板那啥吗？哎呀妈呀，瞅瞅这大拇指，真帅，真精神。下不掉去吗？啊，去去，你去不？厦门，我来这里了。旁边有助理，不用操心了这个事儿啊。嗯呐。拍完了？不会吧，还有呢。嗯，这个别操心了，有助理的啊。哪本这么多呢？嗯呐。这个喜欢就喜欢，就是有太阳的呗，那意思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小子真小帅哥！哎呀，老板可是真瘦啊，是不是？真的是瘦啊！各向二万大哥，站着这个厉害啊！嗯呐，湖里万达广场是的，真的是累。不是他着急，知道吧？他着急拍，着急。后边我给你看看还多少人啊？还行了，不是很多了。还有那几个，就那几个了。拍完了，拍的挺快的，嗖嗖的，嗯，挺快挺快，家人们啊，应该是走了吧？大家都打开自己手机里面的相机，然后把手机给打开了。我不回去了，我买止疼药了。我就止疼药吃上得了，那咋整啊？疼啊！你这么的，你给我刷个划的，我去给你那个什么去，我把它送到你跟前去，行吗？哎呀，这小玩意儿，哎呀，我发现老板好喜欢小宝贝儿啊！老板，你看他只要有小孩小的，老板都会抱着。小光头，嗯呢。这位老板很有爱，知道吧？现在拼命的做艺人。是你的，哎妈，自己拍完照孩子撇了，你这爹张的真行啊！啊，拍完照把孩子忘了，嗯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真行了，这大哥，啊，是我的孩子，嗯呐，真着笑，孩子忘了，你瞅瞅，伤心了吗？这不为了拍个照，孩子得丢了，可着笑了。我家媳妇，我跟你说，这些跪洗衣板，跪榴莲都得。这老爷们真那么不靠谱啊，你看这老爷们那玩意儿啊，哈，跟我似的心太大了。嗯，那个正挂衣服的小孩子大姐啊、哦、是吗？是吧？不知道这个不认识，好了是吧？不认识。
你看那人家那小爱都在那拍照呢，哎妈，嗷嗷抢的拍。你说咱们那么上赶的样给你咱拍，还给我拍个照呗？咱们证明啥？咱们不火呀，家人们呐！你看看人家，哎呀我的妈，这家伙你看排队拍照啊，哎呀妈，各种姿势摆的，没人跟咱拍呀。咱他妈想拍一个，来呀，我给你拍张照啊，我都得上赶的跟我拍去。人家拍人家就是像什么老板呢，像什么小爱呀，拍他们是为了啥呀？那是为了说句不好听的，那摆着那块养眼，拍我是为了他妈放床上辟邪，啊，避孕、避雷的。人和人差距是真大呀！哎妈呀，咱都得上赶的。哎呀妈，你瞅瞅，造老孽了都，真造老孽了。嗯，你说人和人差距，你说真是的哈。那本身就是嘛，证明我不优秀呗。证明你看老板那小爱那都排队了，那都我啥时候能找我排队呢？你看看，哎呀，谢谢鹏鹏，鹏鹏你这眼镜戴的多少有点偏了，你重戴一个行不？能不能重新带一个？哪次你们上现场能不能主动找我拍张照片啥的，让我找回点自信，人家把我当回网猴行不？啊，能不能找一下我拍个照片啥的，家人们好不好？我让我有点就是感觉我也那个，哎呀，上来小爱呀，小爱那个下去了，家人们小爱下去了，等一会儿来吧。嗯呐，你找我拍呀？小爱在那儿呢，家人们，小爱，你看，都早拍呢，这儿呢。小爱师姐，哎呀，你看看，抱抱了，你瞅瞅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家搂的，哎呀，干哈呀？这是轻点的啊，别整疼了啊。哎呦妈，还抱呢，妈勒坏了再。哎呀，干哈呢？这俩玩意儿啊。哎呀，你看看多亲呐、啊，家们我也想这样式的。呀，老板拍完了。哎呀，东北的这。嗯呐，你在东北拍拍呀？播啊？没有，在哪播了？我在长沙。哦，都在长沙呀，这。嗯，是的。在哪里？在厦门的厦门，福建的厦门。厦门，他打我的。等一下，东西没拿走了吗？老板走了，我就不拍了，拍小爱吧。我赶紧叫他拿起来了。今天把航空箱全部丢在那个老板家。有没有小爱家的宝宝们？送老板去，送老板，他腰疼，你知道不？啪啪的，你知道腰疼，我怕他说我不让，追上了，家人们，我追上了，嗯呐，哎呀妈呀，啪啪跑啊，追上了，家人们，哎呀妈呀，紫妍姐，我追上了，紫妍姐，你不让我跟他啪啪撩吗？我跟他撩了，把他给我撩上了，哎呀妈，跟撩上了啊，而且我撩的挺快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，我撩的快不撩的啊，那个别晒脸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嗯，老板拜拜，老板拜拜，嗯呐，拜拜。真不让干了，你看看，你知道这了啊，妈呀。